All right， 两个半小时之后呢，我将抵达圣地亚哥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唉，散别。哎，这一路上过来真是险情不断呀，应该堵车已经堵了有七八次了，不是路上施工，就是有高危地段，还有前方的事故。这车呢不是这么容易开的，然后另外呢开长途了，慢点，不用太快，你看前面撞车撞了。好久了，这腰有点痛，大概才个五分钟呢就到达目的地了。圣地亚哥的天气好极了，起码旁边都是绿油油的，看来是往南边150公里之后呢，从沙漠就走到了绿洲了。刚才来的路上呢，可能遇到了超级大的堵车，就是我逆行，就是对面那个车道的方向呢，我大概看了有起码堵了有七八公里的样子。所以在美国这边，你要是赶一坏的时间，搞不好你去什么地方还真去不了。今天呢运气还比较好，一路过来虽然说路上塞了几段嘛，但是没有像遇到那个对面车道那么大的这个困境，还算运气。运气还算不错。然后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圣地亚哥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边，然后他家呢就在这个半山腰上，这么一看很棒。唉，明天起来之后就这种情况，然后手头还有点小小的任务，顺便把它搞定。天哪，刚才那个速度一秒钟四五兆啊。这是儿童座椅，出发。你孩子在哪儿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不是，不，你不是说先去看车吗？啊，先去看车吗？让大家看看一个非常可怕的场面，有点像梦碎的感觉啊。什么叫梦碎呢？那个高尔夫球场呢是奥巴马和伍兹经常过来的来打球，都是名人才来这儿是吗？天哪，对，哇，真漂亮，还有绿洲。对啊，当然你说话的方式感觉特别成熟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圣地亚哥 Delma 当中的一个超级牛逼的一个幼儿园，然后高凡准备接他的姑娘。学费贵吗？学费？学费在当地来说还算贵的了。其实在美国这个幼儿园呢，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开支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。
Siri、哎、叫什么名字？叫 Siri。 Siri。 嗯， Siri。 哎呦我去， Siri 这怎么造成这样？是 Stubby Nose right？ Sorry。 感冒了吗？嗯，有点流鼻涕。来，擤鼻涕，使劲。瞬间有点爸爸的责任感，然后这边的小朋友呢都在看我的相机。Give me one second. Friends and YouTuber. Hi, Gubi Ken. Bye, you guys. Bye, bye. My name is Pajama Day. 走吧，再见，我们家老大。走，也在这儿幼儿园吗？高寒有两个女儿，一个是这是小的是吧？对。还有一个大的。啊，我先擦带那个。Hey, say hi. How's French one doing in the pre-K? She's doing outside, I think. Oh, yeah, yeah. She's doing good. She's happy in there. Yeah, very good. Thank you, bye. 哎，是不是就大班在楼上，小班在楼上？他们现在是那个户外的那个时间。哦呦，户外时间看看啊。Say hi, 跟叔叔 say hi, 好吗 ？Hi. Hello. 长得好像这两个。OK. How are you? 好热呀啊！就跟那个朱莉亚差着一个，然后咱们走了好吗？这种幼儿园的生活，我。Is it just a personal video? Yeah, just. Yeah. Wow. 哎，太好了，这环境。Hi, hi, 闺蜜开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孩这个，教室啊，看看教室，真的跟我们平时这个在国内是差别是很大的。啊，认识 Siri 啊？哇。认识 Valerie 吗？认识啊。哦。对。好吧。我最近在当妈妈呀。啊。他平时在这怎么学习啊？就在这画画啊？他们呀，他们在这轩轩啊，学的是什么呀？告诉爸爸，先学的什么呀？啊，轩轩，什么呀？什么味道啊？啊？什么味道？你闻摸的什么了？很臭是吗？摸的什么了？今天学什么了？我知道，去洗一下手，轩轩，去，自己洗一下手。你看孩子洗手都是先用这个洗手液消毒液自己就洗掉了。那国内好多孩子不知道怎么洗。所以说是幼儿园老师在那边教他们的，每天都要洗手啊什么的。嘿嘿。Siri， 跟叔叔 say hi 好吗？ say hi。 嗨。嗨。嗨。我们家老二有点长得好像啊。你是吗？还走吧，轩轩，走吧。这个给爸爸，他没有那个垃圾桶了，坐在这儿。哎，我真希望以前我小时候也上过这种幼儿园，但是真的很难。就是在国外的教育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从幼儿园呢就开始这样很认真对待，所以他每个人的个性的培养都特别鲜明。你今天学什么了，轩轩？你今天学什么了，轩轩？这告爸爸，今天阿姨教你什么了？老师教你什么了？有点不好意思。这学什么了？玩什么了？今天给爸爸指一指。这什么呀 ？Ring。什么 ？Ring。Ring 怎么说呀？Ring 怎么说？中文怎么说啊？玩戒指。走吧。爸爸，你走。那今天的主题不是幼儿园了。他们要签到吗？对，他们每天走的话还要需要签到。你要忘签了，他会觉得孩子丢了是吧？他是有法律在这面的，必须要签到的。时间要写好。对啊，爸爸 Tesla。Tesla。各位，现在带大家看看非常恐怖的事情。但是他的门已经关了，所以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啊！记得订阅关注频道，明天会看到一个非常牛逼的场景，里边有两只恶狗。怎么回事？关了门了是吧？关了啊！对，这只狗好凶。各位，在我身后就是，对，我们那个过几天再过来，让大家看看什么叫恐怖的场面，被号称为特斯拉的火葬场，记得订阅关注啊！我也很期待，其实。太吓人了，这狗好凶。拜拜，一会儿见喽。还是你了。
没事没事，挺好。哎，这哪儿啊？这是那个，这我们旁边那超市 Sports。 哎，我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啊，就现在高寒住这个区呢，属于圣地亚哥这个有名的富人区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所有的景啊，所有的路上人是很少的，集中在这边的人确实不多。你看买菜的人到现在只看到一个在推车，富人区的生活。这边东西贵吗？对，这边的那个物价呀什么的，在这些超市当中应该算是最贵的了，都是有机蔬菜啊。这边有机蔬菜？对，有机超市。这个一块2.9毛一个红一磅红薯贵吗？算贵的了吧。你要在亚洲超市啊，在那个华人超市、韩国超市的话，差不多也就是5毛左右，7毛多左右吧。天哪，贵了两倍了，两倍多吗？虽然说在圣地亚哥呢待了大概有几个小时，但这种生活的节奏跟方式在这片区域里，比如说这富人区，我觉得有那个20-30%的感觉呢，是来自于当年在这个加拿大生活，就真的是没多少人，然后人特别稀少，东西又有点贵，而且绿化做得不错。前段时间在洛杉矶那边看沙子看多了，现在看到树了，开心。哎，你们怎么换成这个衣服了？羊肉、葱、午餐肉，齐齐哈尔烤肉特色。玻璃打开，然后齐齐哈尔。对。今天带你吃齐齐哈尔烤肉。正宗。哎，当时我看了一部电影叫《西红柿首富》，里边有一个场景，好像就是你这个，对呀、啊，就是那个。他有什么特点吗？他问他这是什么，完了他说是齐齐哈尔吧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沈腾是我们齐齐哈尔人。是吗？对，沈腾是我们齐齐哈尔人。你长得有点像。他把这个齐齐哈尔特色就是烤肉，这个弄进去了，就把这肉切成片，主要是拌肉。拌肉在于拌肉，还有蘸料。哎，对，有专门的蘸料。从来没这么饿过。这对，我们从那个齐齐哈尔买回来，太好了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在这儿吃。调好了，准备上了啊！哎，就有点像这个吃高档餐厅了啊，还有人专门在那给你做。齐齐哈尔这条路一直飙过去的话，可能需要5到7分钟左右。睡觉，要么上厕所洗澡，要么吃饭，有的时候吃饭，要么基本上就是工作。那我们加上蘸料就更香了。主要是我太香了。Sorry, 叔叔 say hi. 哎呦我天，这眼镜还行。你要干嘛呀？做一件一般人都不会做的事儿。很多人吃完饭了去散步，但我们吃完饭，继续。要了亲命。
放进去。好烫。有那么烫吗？哇，后面好红。哎，可惜了。一般都是游完泳以后我再那你干嘛不游去？我家里的一年都泡不了几次，就上这儿来玩的时候能用。有点像那个健身完之后干的事儿。